看了想撞墙的穿帮镜头，李现我忍了，赵丽颖洗澡就过分了吧。在同年和韩商言来到户外谈话时，李现触碰了一下护栏，但是万万没想到被烫了一下，疼得赶紧松开了，表情好萌啊。二，花千骨是赵丽颖非常成功的作品，但是穿帮镜头却多得无力吐槽。在这场沐浴戏中，赵丽颖扎着头发非常美，但是睁大眼睛看，赵丽颖的露出了肩带，导演是认真的吗？四，花和尚鲁智深这一次真的是十足的帅气，看这纹身实在是太霸气了，一看就是老大的风范，但是这纹身怎么说掉色就掉色，而且这花纹的纹理也有点怪异啊。五，女兵接受被俘训练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被戴上了手铐，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训练，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一丝不苟，但是这一个手铐也太松了吧。